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脑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-9521。大家好，大肥又到讲笑话的时候。咁咧最近咧我面对咗好多问题啊，咁尤其我哋台啦有几个女仔咧，尤其阿雪儿又翻嚟啦，咁啊咁啊寻日做节目，咁啊倾开偈啦，好似 Janus 咁啦，咁啊 Janus 咧用嘅手机咧就系华为。同埋咧，佢哋最近好兴咧，就装咗个 Apps 啊，返老还童啊，瘦面啊，突然间变咗，唔同咗样啊！哇，真系林林种种，但我只可以咁同你讲 ，Janus， 无论你嘅手机有几靓 ，Apps 嘅美颜有几好，永远都唔能够遮掩到你生得丑呢个事实噶。咁雪儿寻日嚟到，咁啊。做节目啦，佢咧用其他啲 apps P 图，大家都知道啦。林可欣啊，咁啊，曾经咧就揾咗个 P 图教主，咁啊走嚟啊做节目教大家 P 图。咁我都啊，咁啊见到我哋雪儿姐，咁佢又系好中意玩 P 图嘅，所以咧有阵时咧你见到佢啲网咧啲相咧，大家都认真啲啦，系咪啊？咁诶，寻日佢喺度 P 图嘅时候，我。笑笑答住佢，其实你 P 唔 P 图，点嘅样都好啦，识得你嘅人都知道你生得丑噶啦。但系做节目系咁咯，咁第三个即系女士啦，就少少啦，少少好似我咁肥，系嘛？咁咧最近咧就因为咧，有足底筋膜炎啊，即系人肥企喺度咧，对脚咧压力啊顶唔顺。咁咧好容易就肿胀啊！佢哎呀，我要减肥啊，我要减肥、啊。减咗肥之后咧，跟住咧佢就好中意咧，就俾翻佢二十年前张相。你睇二十年前我都靓啊！咁我只能够拍住佢膊头，细声同佢讲：你嘅丑唔系因为你生得肥啊嘛，减嚟做咩呢？以上咧就系我俾三位女士嘅忠告。亦都好多网友呢同我呢就讲钱。唉，有阵时呢女人啊，你知啦，男女朋友有钱啊。咁尤其啱啱呢 ,Alex 呢就我讲，唉，同条女分开咗。啊，梗係啦，死肥佬大肥打你工，唉，朝九唔得晚，搵钱又唔多。唉，我女朋友嫌啊。咁我只能够安慰佢啦，系咪啊？你知啦，佢系我重要嘅啊员工，亦都系我重要嘅拍档。咁我只系咁同佢讲啦：你条女同你分开，唔系因为你冇钱，而系佢知道你下半世都系冇钱。其实咧，我哋写字楼咧好多人啊，咁啊。好多人啦，形形色色啦，其实而家年青人啦，成日都话冇希望。咁啊，好似我个仔啦，早几日咧翻去睇阿嫲啦，咁佢啊行过，咁啊同阿爹饮茶，咁啊见到啊有个 Benz 过，唉，佢啊非常妒忌。佢话老豆，我哋系住公屋，你睇下你咧就揸福士，人哋啊揸 Benz， 揸 Benz 住豪宅，唉。我只能够望住佢，安慰佢，唔好妒忌人哋揸 Benz 住豪宅啦，系咪啊？讲到底都系因为你穷之嘛。咁我呢句说话其实勉励大波多数所有嘅年青人，仲有好多人觉得话钱唔重要，咁诶，生意人永远都觉得钱重要嘅，系嘛？因为咧好多时候好多嘅烦恼啊。啊！大家都讲啦，99%
啊嘅烦恼啊或者问题都用钱解决嘅，咁剩低1%咧，剩低嗰1%要解决嘅就要用更加多嘅钱啊嘛。所以喺现今呢个资本主义嘅社会，冇钱系真系唔得噶。好多人因为钱，因为好多事啊，尤其而家世代啦，唔兴结婚，点解唔兴结婚啊？吓，因为佢哋大家都明白。因为我近期咧，我个侄女啦就谂紧结婚，咁但系咧拖咗好耐咧都结唔成，咁亦都喺嗰日啦翻嚟探阿嫲，咁佢就话唔知点解而家啲人咧应该爱结婚嘅时候咧好开心噶，系嘛？咁诶点解会离婚嘅咧？要相送啊，离婚啊令童话幻灭，系嘛？佢话咧我咧准备结婚啦，咁啊。都唔知点，咁我就只能够同佢讲，离婚嘅唯一原因就系因为结婚啊嘛。好多后生仔而家都唔拍拖啊，系咪啊？咁啊 ，Alex 啦，啊咁啊，最近啦吓，咁又分手啦。咁啊，而家好流行一句说话叫单身狗，回复翻单身，咁啊，唉。嗰日同佢讲完，啊，跟住佢寻日又唉声叹气，佢话咧，唉，而家做单身狗，啊，咁啊好难啊，识个女人好难，咁我就只能够同佢讲，其实狗咧系动物嘅一种，三妻四妾咧系好容易嘅，而家你单身系你连狗都不如。做呢个节目呢想大家开心啲啦，因为气氛呢真係呢非常差㗎。係咪呀？咁我哋成日都讲啦，即係 Alex 都话啦，一个佢唔係一个好有机心嘅人，即係呢返工啊尽咗力啊开心心一日。咁佢成日都话啦，唔知点解呢做嘢呢有阵时唔係得心应手。咁人哋成日都话傻人有傻福。咁我应该啊，都应该搵到啲钱啊，吓，应该交到女朋友啦，系嘛，啊，识到个靓噶啦，咁，咁我只能够喺度同佢讲句，你唔系傻人，你是傻閪啊！亚历士呢个人啊，如果佢对自己好有兴趣嘅嘢，佢好叻嘅。寻日同我讲咗做茶嘅节目。有咩嘢我唔明咧，我要问佢，因为咧我真系唔够料。咁佢一个相当努力嘅人，系咪？有句说话讲得好好啊，咁啊，努力嘅人唔一定成功，唔努力嘅人相对比较轻松咯。所以有阵时唔使咁努力，就好似我哋呢啲咁冇资料做节目 ，Alex 咁啊解决咗啦。呢句。最后就呢两句啦，啊，咁啊正经啲讲啦，人生咧亦都系鼓励啊，所有嘅年青人啦，啊，尤其而家社会气氛咁样，所有嘅年青人听住啦，失败并唔可怕嘅，最可怕嘅就系你仍然相信呢句话。拜拜。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。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